地的泰拳拳王，这次来泰国也希望学习到一些泰拳的东西，就是做一个对练。他现在打到端端尼贝，他去那个意大利比赛，哦，所以也算是国家的代表。我觉得我要记下他的做进程，就是他踢我，我要盯住。被扫到腿好痛，他拳很快哎、欸。我们可以访问他，觉得就是对于我们他的评价吗？很懂他。他说跟他很好，很好玩。但我看得出来，你一直很忌讳他，就是用手跟腿。对，其实我很怕他的腿。对。然后别人说哇，我靠，我一直要注意上面。他的腿跟大炮一样，那个而且其实很快，我其实有点来不及。原来泰国真的不虚此行。哎、欸，他臀拳也很强，他很强，他防守超密耶，而且其他拳很重。Thank you。有 very good。真的这样，我觉得我跟外面讲真的，我也觉得很好。叫他有机会可以来这边也跟那个选手对练。